用储蓄的部分，哦、啊，然后他们都会自己，然后有带意外险，对，意外险，意外险，所以他要自己保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包括他的家人都可以，他自己也可以，他们家人当然是应该有一个量大，然后跟他们谈的一个优惠的东西。就是国家保的，对啊，像他们连景德都有保障，部分的保障，好像没有。有意外险，我们警政署有一个跟各种保险公司有个退业的意外险，那这个连景每个人他要不要，包括眷属都可以在内。像我是警政署，我自己也可以去加保，那是很便宜的，那是警政署特约的保险，保险全国，然后他们都会自己。然后有一些送险，意外险，对，意外险，所以他要自己保，对。